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好，我是龙阳。各位早上好，我是孟占东。今天是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欢迎大家在大清早打开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龙阳，不知道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哈、啊、说在北京的这个东单体育运动中心呢，是出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这个篮球馆啊，一个中年男子打球的时候突然之间是心脏骤停了，倒地不起。好在呢，当时是隔壁的羽毛球场呢有六位协和医院的医生正在打球，那发现之后呢，这医生呢就飞奔赶来来抢救病人，并且打了120，其中呢还有一位医生啊是这个内科 ICU 的医生，可谓是抢救非常专业。那么经过现场的这个自动除颤仪的除颤做了4次，并且呢在经过十几分钟的复苏抢救之后，这个大哥呢终于是有了自主心跳，后来送医半个小时之后，大哥呢就苏醒了，并且可以说话了。其实这条新闻昨天应该也是刷屏了朋友圈哈、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转，既为这些好心医生的群策群力给点赞，同时也为相关的这个配套设施之齐全点赞。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能够成就这样一个奇迹吧，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因为我们知道心脏骤停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情况特别的紧急，但是这位大哥呢他恰好就碰上了急救医生就在身旁，又碰上了现场有这个合适的急救设备，所以一切都是太幸运了。而且昨天在网上，因为这个新闻被传得很广，我还看了一下评论，觉得有些评论还挺有意思的啊。有人说呢，这个东单路口啊，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路口。对，怎么说？因为住东单附近的人都知道啊，这附近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哇，全是。附近还有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有一个学校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个在附近经常会出现什么骨科医生救治摔倒老人啊，妇产科护士长救助这个晕厥的路人等等类似的事件发生。有人就开玩笑说了，这以后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我得遛弯呢都得围着这个医院开始溜了。觉得遇到这个医生的概率比较大，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可以及时被救治啊。但是说回来，玩笑归玩笑，这种幸运的偶遇毕竟是少数。对于突发的疾病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希望留给他人，抱着撞大运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掌握一些正确的急救常识，在关键时刻才能够利己利他，而且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好我们的生命。说得太对了。所以屏幕前的您了解哪些急救知识？您会利用掌握急救知识来帮助抢救他人吗？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来给大家支个招。稍后我们也会带来对这一急救事件的详细报道，同时也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摇一摇，通过参与我们抽奖送书的活动来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幸运的抽到属于自己的一本好书。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更新了哈，是100本电子书了啊。那之前我们知道每次都是送50本实体书哈，现在是变成100本电子书了。当然我们有实物打样，稍后也会在荐书的环节给大家介绍到今天是哪本书，期待各位的参与。那今天的节目你将还会看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拉开帷幕，亚洲区域一体化加速，经济活力不减，全球化潮流不可挡，投资者落入非法荐股陷阱，亏损累累，后悔莫及，套路多，针对性强，投资者防不胜防。男子打篮球险猝死，巧遇六位医生联手急救脱险，急救常识如何运用？第一时间手把手教你心肺复苏的正确打开方式。浙江安吉白茶迎大面积开采，适宜气候助增产。西湖龙井主产区明前茶陆续上市，量少价高，受资深茶客青睐。湖南高速路上货车变火车，消防奋力扑救。湖北一市场突发大火，消防员四进四出火场转移燃烧煤气罐。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榜的3条新闻。首先是国务院昨天召开常务会议，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昨天举行，亚洲一体化提速。4月1日起，申领出入境证件将全国通办。我们下面来逐一了解。首先来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各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定的20%降至16%等降低
社保费率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明确了具体的配套措施。这一措施呢，将在5月1号起实施。会议决定，一是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各地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使缴费基数降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60%至300%之间选择缴费基数。二是将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再延长1年，至2020年4月底。其中，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18至23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将现行费率再下调20%；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以上的，可下调50%。会议强调，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确保职工社保待遇不受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条新闻。昨天，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正式举行。今年的论坛共设有50多场圆桌会议和对话会，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那么，昨天上午，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大学术报告，分别是《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亚洲竞争力报告》和《亚洲金融发展报告》。那么，这4份报告对于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都做出了怎样的解读？我们来看记者在博鳌的观察。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份重量级的报告，而这4份报告跟本届论坛的主题“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深度的契合。那么报告也显示，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正在加快。2017年到2018年就签署了17个新的贸易协定，那么目前仍有70个双边贸易协定正在签订之中。亚洲区域一体化有加快的趋势，区内的贸易直接投资依存度保持在50%以上，服务业一体化不断的提升，亚洲国家应以互补的形式加强区域合作和全球层面的合作。2018年前8个月，亚洲绝大多数重要经济体的进口均取得2位数以上的增长，超过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进口增长最快的是印尼和中国。与此同时，亚洲经济整体上对自身的依存度大幅提升，从2016年的50.74%上升至2017年的54.2%，创下自2004年以来的新高。而中国对亚洲各国出口贡献的增加值也是最多的。中国它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保护，这个外商投资扩大、外资开放这些措施呢，无形中呢大大增强了这个外商对中国市场的这个信心。2018年，亚洲大多数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排名，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居前4位，中国排名第9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也向好，所以我们整体的经济的活力还是保持着。但是呢，确实啊，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这块儿，我们是有一些需要在未来加一把劲。此外，首次发布的亚洲金融发展报告也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方面会有合作，然后就是金融基础设施，就是这个我们讲支付体系啊，基于现在的这种金融科技，这种合作、这种整合，金融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已经是这个势在必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表示，从4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证件的办理呢，可在全国任意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了。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异地就业工作、异地就学创业、异地居住养老日益增多，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往后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将从3个方面实现都能办。第一，全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与户籍地一致。第二，内地居民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第三，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与此同时，异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还可以在自助签注机上办理，立等可取。群众申办上述证件不需要再提交居住证、就业就学以及亲属关系证明等以前我们需要提交的相关的材料，申请的手续呢也与户籍地完全一致。据估算，2019年将有超过2100万人次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今后还将逐年大幅增长。山东泰安的朱静常年在北京工作，由于工作繁忙，过去10年他一直没能回到家乡办理护照和港澳台通行证。虽然离家老家离北京也挺近的，但其实每年回家待的时间特别短，就是春节期间或者就是重大的就是节假日期间，但那个时候的话一般也是政府部门那个休息的时间。对于像朱静这样在异地生活的上班族来说，出入境证件办理实现全国通办将带来很大的便利。我觉得它既节约了时间，然后又便利了我们这些上班族的老百姓，一个是服务的体验性，再一个就是说是时间的宝贵性。出入境证件办理全国通办新政与以前的异地办理措施相比呢，惠及的人员是更多了，由异地就业就学等人群是扩大到了全部的内地居民，申办的手续呢也更加便捷，与户籍地申请的手续一致，无需要再提供像居民居住证、就业就学等材料。那么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呢，4月1号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也将同步上线，每天24小时在互联网上提供相关服务。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服务啊需要通过人脸识别之后才能够办理。好，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媒体新势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近期北京证监局啊接到了一起非法荐股的举报，那么受害人呢是从忽悠到索赔经历了长达14年的时间，不法分子通过家人这个加入这样的这个要荐股交流群，设计种种套路来诈骗投资者资金。2015年11月，刘先生 QQ 群里的一个老同学发来一条私信，询问最近投资战绩，并表示可以拉他进一个投资群。刘先生关注群内信息，发现开盘前群主会推荐4只股票，开盘后他们都会大涨，然后会有一些人晒出股票大赚的交割单，群主晒出一些购买会员转账记录等的截图，还有一些会员也会晒图感谢群主推荐，偶尔发他们公司节日搞活动工作的图片等。那个服务他说他们的那个是这样的，有16000的叫做银钻，46000的是金钻，还有28万的报年的。他说的就是给你推销那个股票，是吧？像什么金股啊、黑马股啊、牛股啊，等等，消息股吧，等等，推荐。然后这些股票你只要拿到一只，那肯定就收益不菲了。群主私信刘先生称，他们天下财经是一家正规的投资咨询公司，依托大数据加量化交易，且与98%的券商有合作关系，能获得内幕消息，所有用户全部赚钱。他们承诺的是，第一个是98%以上的盈利，是吧？然后能够帮你解套，能够及时止损，操作周期一般呢是3到7天，盈利一般呢，他说3到7天盈利应该是不少于3%吧，年盈利应该是他说至少是150%什么的。一开始刘先生根本不相信，跟踪了近2年的时间，禁不住群里各种赚钱消息的诱惑，刘先生交了16000元购买了会员服务，一开始试探性的购买赚了几百元，后来加大投入买入推荐股票之后，却是只只股票被套，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万多元。当你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是说你的级别还不够，你要获得更高的收益，你必须买我们另外的一种服务，对吧？这时候你就要交钱升级，然后在下一集里边你又重复这个过程，你升到更高的级别。刘先生这才发现上当了，
事后刘先生还发现，最初主动联系他的也不是什么老同学，而是骗子盗取了老同学的 QQ 号。针对湖南湘潭投资者刘先生的遭遇，记者呢也试图联系了这家名为叫天下财经的咨询机构，然而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托词。首先呢，天下财经呢做的是咨询产品，然后您说的这个服务呢，目前呢我这边并不是很清楚。根据天下财经公司的注册信息，记者找到了位于西四环外的某居民小区，却发现该注册地址房门紧闭，记者长时间敲门也无人应答。附近的房屋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间房原来的租客已经搬走了，而天下财经推荐的股票在一直下跌。刘先生试图与天下财经的工作人员协商解决退款等事宜，对方千方百计推诿，最后干脆不理不睬，断绝一切联系。于是刘先生开始了维权之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也是无奈的接受，对吧？因为我没有别的好的选择。刘先生认为天下财经工作人员明显存在虚假宣传和承诺，并以欺骗手段骗投资者购买服务，其组织呈现团队化、知识化特征，他们针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训练有素，从而难于识破。目前呢，刘先生是已经向证券监管部门举报了天下财经，那么证券监管部门也正在进行调查。真是非法荐股套路深啊，这些自称股神、大 V、老师的人呢，往往都是在标榜有资深的这样投资背景啊，展示了神奇的过往的实业战绩，诱导投资者购买其所谓的会员服务，最终骗取财钱。最终呢是骗取钱财啊。都说啊，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只是靠非法违规来获取这个不义之财的话，等待他们的最终会是法律的严惩。这些不法分子固然可恨，咱们投资者有时候也该反思反思，所谓的老师啊，是想帮您赚钱，还是看中了您口袋里的钱呢？很简单一个道理，要真是有这等好事的话，他们自己干嘛不把钱拿出来去赚钱呢？还得偷偷的过来告诉你，是吧？投资要理性，不要听风就是雨，把他人的忽悠当成了人生指南了。那么非法荐股的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怎么防范和打击这种行为？我们来听一下监管机构给出的建议。北京证监局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这些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营销手段花样百出，忽悠套路层出不穷，一般投资者往往难以分辨。此外，一些投资者不了解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不知道开展收费荐股业务需要事先经过证监会的批准，往往在上当受骗后才恍然大悟。广大投资者呢，都是希望一夜暴富，是吧？我觉得没有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大家呢要有理性投资的这种理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22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徐斌表示，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名单可在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查询，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咨询服务前，可以先查一查该机构是否属于合法机构。特别是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叫证券期货经营业务许可证，它需要要证照相符。经营这个证券业务的，他必须得有这个业务许可证，你光有这个营业执照是不行的。徐斌告诉记者，北京证监局目前已经接到超过150封举报投诉，除了及时纠正违法主体的错误，挽回投资者的相应损失之外，还向公安机关移送了8起严重违规违法案件，对非法荐股活动给予严厉的打击。这个需要我们各部门的配合，包括银行啊，包括这种网络管理部门啊，方方面面，只有大家呢齐抓共管，我觉得这种呢才能有效地遏制这些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才能切实地保护呢投资者利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高空抛物啊，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炸弹，小到苹果鸡蛋，大到花盆菜刀，是纷纷的从天而降。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高空抛物呢，可谓是升级版。怎么说呢？近日广西南宁的王某啊，因为家庭琐事和妻子吵架，这一怒之下呢，是把家里的电视机、茶几、板凳呢，通通的从23楼抛下，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看了视频之后都觉得特别的危险哈、啊，这要是真的砸到了行人，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可能很多人认为呢，随手扔一个东西下去，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应该不会砸伤人吧？而实际上呢，因为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一个鸡蛋啊从八楼扔下就可以使人的头皮爆裂，那么一个铁钉呢从十八楼坠下就可以插入行人的脑中，即便是一块西瓜皮，如果它从25楼扔下的话，就可能使人当场丧命。所以丢出来的可能只是一个小玩意儿，但是砸到了行人的头上呢，那可就是一个可怕的大铁锤了。也有媒体指出啊，这里高空抛物要从法律上加码，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以严惩的态度来进行威慑，不管你是否致人受伤啊，只要是发生了高空抛物行为，都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就像酒驾，并不是撞了人才要担责，只要是酒后开车，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心有余悸，所以啊，咱们都不要干高空抛物这事儿，为了他人，也为了您自己。说完了高空抛物的危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到马路上。马路上车来车往，安全的是第一位，但是偏偏有人罔顾安全，在马路上拍起了婚纱照。近日呢，河南郑州的一对新人啊，是站在十字路口拍摄婚纱照，路上的车呢是一辆接着一辆从他们的身边过去，让人着实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平常这样的外景多吗？多，一天十几对了。路上不安全啊，都车都旁边。那你想要这种景？街景就是一种拍的方式，就专门拍街景，这就专门来这拍街景。那就是安全比较注意点，对吧？那你说你跑大山上拍，那人家旅拍，人家有的那站在悬崖上拍，那就为了取那个景，甚至等上半个月。拍风景了，是吧？干啥没风险了？干啥都有风险。这说到拍婚纱照啊，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新人们呢，为了定格甜蜜和幸福，往往希望拍一套有个性、显浪漫的婚纱照。可是怎么拍照是您的权利，但是如果您到马路上去拍照的话，就有点不合适了。这对公共安全和交通秩序都造成了威胁，同时呢，也是对您自身的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啊。拍到好景固然重要，但是您别把这样的绝景造成了最后自己陷入了绝境。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新闻。还记得前段时间发生在广州的一处新开发楼盘的奇葩事件吗？业主们在验收新房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非人类设计。怎么说呢？这阳台洗手盆的尺寸大小啊，仅仅只有一个巴掌大，这手一摊开呢，都放不进去。这和之前看到的样板房是完全不一样。业主决定呢，要找开发商去讨要说法。此前，开发商曾经强硬地表示，对洗手脸盆呢大小没有承诺过。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舆论发酵之后，那么开发商是已经服软，表示将会进行整改。奇形怪状的，很小很小，有的就巴掌大。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这种。买火嗰时嗰个样板间系唔一样嘅，正常嘅洗手盆咯，即系标准嗰啲洗手盆咯。佢呢啲就系只手巴掌咁大，个手都放唔落去嘅，咁就唔系叫做洗手盆啦。本身这个东西，我们也在购房前面没有承诺说它的具体的大小，它的实用性的话，这个东西可能是要进一步去推敲的。你看这开发商搪塞业主的理由啊，真是既可笑又无耻啊！这合同里呢没有约定，没有承诺，就能安装如此不合乎常理的洗手盆吗？这开发商此举是否违法呢？就此事呢，我们也咨询了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邱律师指出呢，虽然合同里没有明确的洗手盆的尺寸，但是开发商向消费者展示的样板间时，水盆是正常的，有明确规定尺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实物展示可视为合同的一部分，交房时随意更改就是一种违约，开发商必须要承担违约责任。
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哈！这洗手盆洗手连手都放不进去，你说怎么洗手呢？这行为艺术也没有这么玩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烈要求让开发商装一装自己家，把自己家装个这么小的水盆，您自个儿洗洗试试，您就知道了。做人做事啊，都要讲求诚信为本，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用这种小伎俩来欺骗消费者，不仅是收拾残局，不仅啊，您做完这事儿之后需要收拾残局，最终呢，还砸了您自己的牌子。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条新闻。现在啊，很多人都喜欢运动健身啊，但是由此引发的危险啊，也实在是不少。近日，北京东单体育馆一位男子打篮球的时候呢，是突然晕倒在地。在旁边的这个羽毛球场打球的有六位协和医院的医生，发现之后呢，是赶紧飞奔过来，展开了紧急抢救。必须护理必病人病情不平稳，而且呢，高度怀疑是个心脏事件，需要尽快的能够给他解决心脏的问题，可以叫心跳骤停，也可以叫心源性猝死。然后呢，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按压替代他心脏这部分时间的工作，然后呢，让他心脏能够缓过这个劲儿啊。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大夫都在那打球，过去之后就按照就心肺复苏的一个流程，然后判断，然后就开始心外按压，半分钟到一分钟就得换人，所以大概是我们有三四个大夫吧轮流做，因为这样保证按压的效率。东单，东单篮球场，然后现在120来了，刚才打120的那个。AED 做的其实是一个重启的过程，就是心脏在乱跳的时候，电弹一下，电完了就心脏就重启了。更多的病人会是从时速，然后就变成时颤之后人就停了，心脏在抖动，没有什么效果，射不出血，所以不能把血射出去。所以 AED 很重要，就是 AED 要尽快的让它恢复自己。嗯从道理上来说，我们昨天做的这些事儿，就我们昨天做的这些工作是应该理想状态下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其实很简单，就是心外按压，然后那个 AED 的使用，就是那个电除颤仪的使用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培训，这个 AED 就是那个电除颤的那个东西，这个设备应该推广完了之后让很多人能用。我们要为这几位医生点赞哈，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内把病人从濒死的边缘拉了回来，看着现场都会觉得惊心动魄。应该说呢，突发疾病时恰好在现场能够遇到医护人员，这就是所谓的最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大家最好还是能够掌握一些急救的常识，遇到此类紧急情况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运用急救知识，可以最大限度的挽救生命。下面咱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些急救常识。发现病人出现明显的不舒服的时候，首先把病人放到一个平整的硬木板床上或者是平整的地面上，然后打开病人的衣服，暴露病人的胸部，同时使病人的头部后仰，开放病人的气道，然后我们要判断病人的意识情况，利用10秒钟我们尽快判断病人是否有大动脉的搏动和呼吸，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立即开始胸外按压，启动应急系统呼叫120胸外按压，位置选在病人胸骨的中下1/3交界处，将一只手的手掌的根部放在胸骨中下1/3处，手指要抬离胸壁，另一只手呢可以重叠按在前一只手的手背上，同时呢手臂一定要伸直，以肩关节为轴进行垂直的按压，按压的次数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深度要达到5到6厘米，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按压的部位一定要准确，如果部位错误的话，可能会给病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伤。有网友就说呢，这名男子很幸运啊，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还有网友建议呢，运动场馆里啊可以考虑免费引进医生来锻炼，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及时救人性命。这件事呢也再次提醒我们，掌握一些急救常识是多么的重要，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样一个事情：您了解哪些急救常识？您会利用掌握的急救知识来帮助抢救他人吗？欢迎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呢，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欢迎您的参与。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龙阳为您带来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又是一年春光好啊，缤纷花海最诱人。随着天气的转暖呢，很多的花儿都进入到了盛花期，娇艳的鲜花将春天装扮得绚丽多彩，人们徜徉在花海观赏花景，陶醉在春色当中。有了百花的装点，乡村也变得更加美丽了。现在呢，正是百花怒放的季节，接下来的天气如何发展，适不适合出去赏花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了解一下情况。早上好，伟伟。早上好，洋洋。今年春天呢，咱们北京全市公园是推出了140处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赏花片区啊，涵盖了市区到京郊的各处春景，分布在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公园和风景区内。可以说每个片区都有各自的春花观赏特色。那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小视频呢，就是我们同事最近两天在颐和园景区拍到的。通常来说啊，每年最佳的这个赏花期限是3月末到4月初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呢，早春花还没有完全的败谢，而像是郁金香啊、牡丹、芍药、月季等花又会相继开放，正是百花盛放的好时机啊。那结合到目前的天气来看呢，可以说今天北京的天气就非常适合外出赏花，晴天为主，最高气温21度，非常的温暖。而放眼整个北方大部呢，可以说最近两天很多地方的气温都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像是昨天北方的省会级大城市当中就有5个创下了气温的新高。而今天的这样的温暖的格局还会继续保持啊，最高气温能够达到或者超过20度的区域呢，将会向北延伸到华北的南部。那其中呢，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局地，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是非常暖了。那同时呢，雨雪方面，今天北方大部还会继续保持雨雪稀少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可以说晴朗温暖的天气非常适合外出赏花了。不过呢，春光烂漫也是有隐形的烦恼啊，一是干燥，二是要注意防范花粉过敏。根据我们的这个实况监测显示，前天北方多地呢都是度过了今年以来最干的一天，那尤其是北京、天津、石家庄相对湿度都是只有个位数啊，可以说比较干了。这样的又干又暖的天气呢，非常适合花粉传播，所以说目前外出一是要注意多补水，二是皮肤敏感、呼吸系统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多戴上口罩了，洋洋。那南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适合外出赏花吗？今天南方大部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朋友啊，可能不太适合外出，主要是受到这个雨水的影响。那今天呢，尤其是湖南的北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中北部等地都将会有大雨，而尤其是江西的北部、浙江中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啊，可以说是雨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又是工作日，这个早晚高峰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大家最好是提早一点出发，注意安全。
到了明天，南方强降雨的区域将会明显的减少，而到了后天，长江流域的不少地方将会退出雨区。所以说，想要外出踏青赏花的话，再等上两天吧。我们先聊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伊朗和伊拉克两国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降水引发洪涝灾害。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已经造成23人是确认在伊朗境内的洪灾当中身亡，受伤人数也是超过了200人。伊拉克北部地区的交通也受到洪灾阻断。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降雨突然集中而且强度大，是造成洪灾的主要原因。洪水造成的伤亡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历史名城设拉子。目前正值伊朗新年诺鲁兹节假期，设拉子成为伊朗民众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因此一些游客遭洪水围困。此外，伊朗全国31个省已有28个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除了某些道路交通被洪水隔断之外，一些靠近河流和堤坝的村庄也遭到洪水威胁，导致2.5万名居民紧急撤离到政府的临时安置点。伊朗气象组织26号发出预警，27号伊朗多省仍有明显降水，政府和民众应保持高度警惕。伊朗南部石油资源丰富，幸运的是原油管道并未遭这次洪水破坏，石油运输还在正常进行。大雨也给伊拉克北部地区带来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晚，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萨拉丁3省突降暴雨，多栋房屋被淹，暴雨导致洪水。目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边境通道已经被淹没。此外，洪水还使得横跨底格里斯河的2座浮桥无法正常工作。热带气旋伊黛在莫桑比克已经造成了446人死亡，而受到影响的人数也超过了79万。救援组织的报告显示，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受损面积达到了90%。现在，在伊黛登陆接近2周之后，贝拉开始渐渐恢复。灾情发生后，贝拉城内的建筑物损毁严重。由于莫桑比克建筑物多为彩钢质地的斜顶，对强风的耐受力有限，所以城区内的大部分屋顶都有损毁。强风还将粗壮的大树连根拔起，很多树枝也散落在道路上，和被风吹倒的建筑物形成路障。由此，修复受损房屋和清除路障成为了城市恢复的工作之一。电力和通讯也是城市灾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贝拉当地的几家通讯运营商于灾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线路的抢修，目前城区的通讯信号基本恢复，电力还在抢修当中，中心医院等重要公共场所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风灾水灾过后的贝拉满目疮痍，但这一切似乎还没有结束，传染病疫情成为了另一个新的隐忧。自然灾害造成的人畜死伤和生活污水的无法及时处理，污染着水源，疟疾病例在增加，霍乱也可能一触即发。中国救援队在当地时间3月25号抵达后，首个任务就是对受灾现场进行消毒杀菌，并把消毒杀菌的具体做法在当地人中进行传播。第一是把这个病原体还有这个病原体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给打断，然后让呢当地的百姓，然后是居民呢知道如何去通过自己隔断与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接触、一个传染，以及自己传染之后呢，如何避免与家人或其他朋友的一个传染。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鲜，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是朝鲜最大、商品种类最齐全的百货商店。从去年开始呢，这家商店在销售模式、营业时间和物资供应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下面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平壤第一百货商店始建于1982年，建筑外形如同一艘远航的巨轮，气势雄伟。第一百货商店坐落于朝鲜首都平壤市中心，交通便利。平壤第一百货商店共9层，商品销售区主要位于1至5层，1层为自选超市，主要销售食品，2层销售卫生用品、文具和鞋包制品，3层、4层主要销售服装、厨卫用品，5层则销售建材、家具家电等大件商品。
以前平壤第一百货商店只有在朝鲜国庆节、建党纪念日或领导人诞辰等重大节日才能凭票限量供应。然而随着朝鲜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些年平壤第一百货商店也改变了原有的销售模式。以往商品多陈列在玻璃柜台中，只有在商品库存足够充足的情况下才对外国人开放，而现在店内大部分柜台改成了开放式的货架，以自选超市的形式对外开放，无论朝鲜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自由购物。2018年以来，平壤第一百货商店的营业时间也有了大幅延长。如今店内销售的产品从蛋奶粮油到日用百货再到大宗电器，基本都由朝鲜本国工厂生产，不仅质地优良，价格也相对便宜。比如这个书包价格约合人民币25元，而这些搪瓷制品每件的价格也多在人民币10元左右，朝鲜民众基本能够接受。在纺织品专区，各色布料和成衣的种类也愈发丰富。商店经理介绍说，近年来朝鲜民众的购物热情高涨，平日里百货商店的客流量在5000人左右，周末节假日的客流量常常超过10000人。대운달로늘어나는우리민들의수요를타산해서정말우리백화점의상품보상체계를경영위원님께서위대한수령님께서씌워준이상품보상체계에따라서전국의206개의공장들에서생산한경공업제품을우리평양지100화점이최우선적으로생산해서보상해주고있습니다그리고백화점에오면우리인민들이정말찾는수요있는상품들이다음또찾는상품들이이제많은곳으로해서우리인민들이다른이제백화점들보다도우리평양지100화점을많이이제이용하고있습니다国际上还有哪些新闻现场？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画面中的跳伞运动员在教练的陪伴下，从4000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一眼望去，四周白雪皑皑，冰天雪地，但跳伞运动员只戴了头盔，穿着短裤。当时空中温度为-30度左右。这位勇敢的挑战者名叫奥列格·列扎诺夫，有着俄罗斯寒冷之王之称。23号，他在俄罗斯雅库特完成的这项极寒高空跳伞运动创造了世界纪录，同时也是他个人第12个极寒天气运动的纪录。24号，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一场跑车活动中发生了一起意外，画面中这辆跑车格外吸引眼球，众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车子启动不久就开始失控，往右偏了一点，接着司机往左打轮却过了头，车子撞上大树后又狠狠撞上了砖墙，瞬间面目全非。虽然司机没有受伤，但是跑车遭到严重损毁。一位摄影师近日在网络上分享了一段与海狮嬉戏的画面，他和女友在加拿大霍恩比岛海域潜水时偶遇了一群海狮，兴许是对他们的潜水服感到好奇，也兴许是为了和他们玩耍，海狮们一拥而上，将二人团团围住。潜水员说，他们当时也被海狮的顽皮举动吸引了，没有感到害怕。好，我们接着看新闻，再把视线转向国内。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获悉，本周末北京将迎来清明祭扫首个高峰，清明节期间预计全市祭扫人数将达到500万人次。据介绍，北京全市祭扫点由去年的221处增至222处，安置骨灰达116万余份。根据今年清明节放假安排和近年来北京市清明节群众祭扫情况综合分析，预测今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活动从3月30号、31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将迎来首个祭扫高峰。清明节期间，预计全市祭扫人数将达到500万人次，其中八宝山地区祭扫人数将超过60万人次，昌平区祭扫人数将超过110万人次。清明节假期及之前周末为祭扫高峰日，每天上午8时至11时为高峰时段，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请大家错峰祭扫，尽量乘坐公交、地铁，减少自驾。
进入到三月底，广东各地的春耕插秧工作已经是陆续的大规模铺开了。在广东省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人们正忙着插秧种苗。而这个基地的管理者，今年40岁的刘格平，从今年春耕一开始啊，就在为蔬菜基地的人手短缺而犯愁。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春耕日记来看一看。3月12号，晴。今天上午要去村委会和15户贫困户见面，看看他们是否适合在基地工作。希望他们都是40-50岁左右，身板结实的人吧。可是见了面才发现，他们的年龄基本都50-60岁了，而且女的居多。春耕的重体力活，他们能适应吗？我犹豫了，这些工人是要还是不要？请回去当工人，他们肯定算不上精壮劳力。但我们这个蔬菜基地本身就是一个扶贫项目，基地不雇佣贫困户，让他们去哪里找工作？我考虑再三，决定全部聘用。从天日起呢，就配林南的，又加上是手脚可能会比较快手啲，就安排个长工给他做，即系喷水工嘅。跟住呢就2400蚊个月，其他的呢就按80蚊一日。贫困户的问题解决了，但人工还差很多。于是想到要去镇上的市集，看看能不能趁着人流多的时候再招些工人。年纪大都唔多，就相对嚟讲，佢嘅差10个人，20几个人。我问问扶贫办咩嗰啲，联络下睇可唔可以帮宣传下，或者搵啲人过嚟。趁早春抢农时，再招不够人，就会影响进度和蔬菜的生长。你好。邓部，这样子的，想麻烦你帮一下忙，就说我们现在在那个镇菜市场这里招工，但是呢，就来的人都还算多，但是用得上的话呢，不是很多，就现在来说还要差20个人左右。你看一下附近的村落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摘一下菜呀，还有那个移一下苗这些。对对对，好，麻烦你了。哎，好，辛苦，谢谢。还是扶贫办的领导有办法，很快60人就招够了。今天够累的了，我想今晚一定可以睡个安稳的觉吧。3月13号，晴。清晨早早来到基地，发现很多工人们都已经到了，大家的干劲儿还很高。大家早晨，依家天气比较湿润啲，辛苦大家早啲，系啊，早啲去工。今天一整天大家都在蔬菜基地忙农活，看来照这个速度，今年的春耕会很顺利。3月14号，晴。广东3月的天气日间和暖，早晚清凉，日均10度的温差，前段时间种植的菜心一夜之间就长出了嫩长的绿叶。另一片菜地的蔬菜就有问题了，菜苗有点发黄，而且一烂还是一大片，已经挖了排水沟，为什么还会烂叶子呢？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县里的农艺师，像这样的技术问题只能请教专业人士了。没想到的是，打了电话不到1个小时，县里的农艺师就来了。第一个，因为我哋嘅水位咁高呢，沟渠即系一个又要沟渠呢，又要松透啲，碌根系好啲。第二个即系阵令呢有一定嘅加肥。撚肥呢，我哋都有一定嘅，都係要翻啲落少少係咪？係啊，即係始終呢啲即係生長抗病能力啊，都緊啲噶。很快，工人们在农艺师的指导下就修筑起了排水渠，秧苗腐烂的问题也解决了。夕阳西下，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在田里忙碌了一天的工人们收拾好农具，走在回家的田埂上。再过一段时间，这批蔬菜就将分批供应本地以及大湾区等地，带来丰收的希望，也给村里的贫困户带来脱贫的希望。这些让我想想就觉得高兴。广东罗定的水稻种植面积约2500亩，这里所种植的品种是典型的广东丝苗型品种，品种外观籽粒细长，米粒晶莹剔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那里的春耕景象。
往年春节之后啊，全国的蔬菜价格呢都会快速的回落，但是今年却维持高位运行。以西红柿为例，3月23号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平均价格是6.8元一公斤，而尖椒的平均价格呢更是达到了7.5元一公斤。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年的蔬菜在春季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呢？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市场，随即对几位批发商户和消费者进行采访。说到春节前后蔬菜的价格，大家普遍提到了贵和涨价。荤菜5块，对，叶菜比较涨。过了年可能菜贵一点，价格高一点。春节没高了哪去？市场批发10块钱，贵不少，年前3块多钱。哦，这段时间吧，菜价相对应该比较高，那是，反正有点贵。商户和消费者都感慨菜价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年春季蔬菜价格的上涨呢？一个原因呢是天气的变化，因为今年过了春节以后啊，阴雨天气比较多。你比如山东地区吧，在2月中下旬的时候曾经出现过15天的连续阴雨天气，所以它影响了春季蔬菜的上市。除了天气原因，今年蔬菜价格坚挺也因为受到了去年同期菜价比较低，影响了今年应季蔬菜种植的积极性。还是以西红柿为例，去年同期我国南北方产区种植面积都比较大，四川西红柿进京以后在新发地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1.2至2元，农户商户都出现亏损。因此去年10月份以后，北方产区西红柿减重，南方产区西红柿也减重，使得今春西红柿供不应求，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但这种情况将在2周后得到缓解。再有10天半个月的时候，在4月中旬前后就该形成一个批量上市的条件。而前段时间价格不菲的香椿也受到最近几日多个产地大量上市的影响，价格也回归了正常。开始178，一直降到560、670。是什么时候开始降价的？5天以前吧，山西的产地的货也下来了，所以会价格平稳一些。又到一年采茶时，今年的春茶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浙江看一看。说到浙江安吉，就不得不提到是安吉白茶。眼下呢，随着天气的转暖，17万亩安吉白茶园已经进入到大规模的采摘期。那么今年的白茶产量和品质如何？我们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随着天气好转，部分安吉白茶已经开始采摘。在浙江安吉西龙青叶交易市场，记者看到不少茶农已经进入青叶市场开始交易。今天第一天少一点，可能明天可能就要产量高一点。今天有几斤？今天大概有70-80斤吧。这里有60多斤的新的青叶。家里有几亩茶山？家里有30多亩。30多亩，一天采这么多，挺多了。还好吧。那么今天你心理价位是希望能够多少？大概在200左右，这个一天毛100多斤嘛，大概150-160斤左右。记者了解到，安吉全县共有白茶面积17万亩，去年白茶产量为1860吨。业内专家表示，今春以来，当地气候适宜，雨水足，光照弱，有利于安吉白茶茶树的生长。预计今年安吉白茶在产量稳定的同时，品质将更好。那么从品质来说，今年的品质应该优于往年啊。从产量的角度来说，今年的产量跟去年呢基本持平，可能略会有少量的增长。说到浙江的茶叶啊，西湖龙井呢也是不得不提。眼下又到了西湖龙井的采摘时节，那么今年龙井的长势又如何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浙江杭州西湖龙井主产区的一些茶园里，记者看到成片的茶树郁郁葱葱，看着长势不错。茶园里有不少茶农正在采摘茶叶。今天你这儿采多少茶叶了？采的6-7斤鲜叶。6-7斤鲜叶？嗯。那个数量属于多的还是少的？还算多的吧。记者了解到，西湖龙井的品种主要以龙井43和群体种为主。每年最早开始采摘的春茶品种是龙井43，往年3月15号左右就开始大规模采摘了。但是由于今年春节后的持续阴雨，龙井43的采摘时间比去年要晚，直到20号前后才开始陆续大批量开采。在梅家坞的一个茶青收购点，记者看到，虽然天下着小雨，但还是有不少茶农前来卖茶青。
目前来看也没有倒春寒，也没有打霜啊，这些问题的话对茶叶影响是不会很大的。只要后期天气稳定了，天气好了，那就是西湖龙井茶叶就是正儿八经的大面积的开采了。业内人士还表示，虽然今年春天的雨水较多，但这不会影响今年的西湖龙井的品质，部分精细加工的头茶品质甚至要好于去年，而产量也将随着天气的转暖增加，总量应和去年差不多，也明显提高。因为我们线上的产量还比较少，我们茶农加工呢可以从中融入，尤其是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所以我们目前生产出来的西湖龙井，无论从香气还是滋味，都好于去年。都说西湖龙井的明前茶最珍贵，这头茶更是堪比黄金。那么今年的西湖龙井价格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天气原因，西湖龙井主产区的茶叶都推迟了上市，而上市之后，因为量少，等货的客户多，因此茶叶收购商的茶青收购价格也居高不下。茶青的收购价是多少价钱？跟去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跟去年差不多吧。多少钱一斤茶青的话？最高的800到900吧。盛卫根说，茶青的收购价格是随行就市，采摘量上来，价格就会回落。记者了解到，西湖龙井的价格是根据不同的生长区域、茶叶等级及炒制方法来制定的。目前除了极少部分作为农副产品在茶农家有售卖外，大批量的西湖龙井茶还未进入市场。今年开摘了迟了，今天采了马上就顿走了，我也没有留到明天的茶叶。那么今年的价格，去年收购是3800，今年呢客户来收呢是4000块，那么是我讲的是第一批啊。虽然西湖龙井头茶的价格不低，但因为茶叶形美色香，口味甘醇，还是受到不少资深茶客的青睐。杭州一家茶叶收购商对记者介绍，根据客户的需求，他们今年已经在茶农那里收购了不少明前头茶。西湖核心产区的，我们大概收购的话是在根据品次高低不一样，大概2800到3600左右。那还有像狮峰这一带的呢，大概是3800到4600左右啊，这是根据品次高低去决定它的价格的。这两天的主产区的量也不是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发货的量是根据我们收购的量去决定的。业内人士表示，西湖龙井的春茶量少价高，适合资深茶友和偶尔尝鲜的茶客消费。对于普通消费者，建议等到清明后，那时候的西湖龙井将大批量上市，茶叶的色香味型也不差，消费的性价比是最好的。不一定说要买清明之前的茶叶啊，这个茶叶在清明之后，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色穗呢是偏浓一点，但是老茶客呢有的就喜欢很浓一点，那么这个价位呢也适当就低一点。